十五日零时至七月十八日十二时，我市现有确诊病例十七例，无症状感染者二十三例。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，本轮疫情主要与一起聚集性活动关联，疫情发展较快，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天山区，均为接受集中医学观察的人员，请大家不要恐慌。目前病例均为普通型和轻型，